本期将讲一个2024年最新暴力起店玩法，拼多多虚拟电商4.0版本，24小时实现成交，啊，就是可以有税后收入啊。虚拟电商就是在各大平台售卖这个虚拟产品，啊，也是为数不多适合普通人创业或兼职的，能穿越周期、持续稳定赚钱的好项目了啊。就是在拼多多平台电商平台注册各种店铺，然后出售各种虚拟产品，不用考虑物流发货等问题啊，非常好的一套教程。为什么做虚拟产品？因为成本低啊，可复制。还有见效快，啊，虚拟店铺卖到底能卖什么东西？包括这，大家看看，素材类能卖这么多，教程类的，啊，软件安装类的，制作加工类的，设计类，会员类，啊，游戏类，写作服装啊，服务，啊，优惠券，啊，还有这个各种账号，还有 CDK 啊等等，非常多。这是虚拟电商的优势。这是整套的课程的目录，包括项目介绍、前期准备、项目实操、注意事项都详细的讲解，一共是4节课程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4节视频课程，还有项目需要的资料，全部都提供。大家看看，非常多啊，非常多啊。自动发货啊，如何操作自动发货都有讲解啊，还有收益图，全部都有的啊。做图的专业网址都有。如果需要百套教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这个拼多多虚拟电商，或者是拼多多虚拟电商4.0，就可以直接下载百套教程了。